我就写冲杀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谢盈萱，我们现在在 GQ， 因为大家都说我的声音很低沉，所以我现在就高八度喽。大牌，谢大牌。樱桃，吻戏，没有也最喜欢。如果对方够帅，啊，床戏，哎啊床哎好床戏、啊，我就知道会问这种问题。达斯汀霍夫曼，哎，奇怪，为什么想到他？怪癖，如果没人叫我的话，我可以睡超过十个小时以上。你们觉得呢？脖子吧，我不唱歌。曾经写一首歌给我，记得啊。不要，我不唱歌啊。啊，那一首歌叫《天使的眼泪》。就晒了，你冲下，会不会被逼掉吧？那就从头到尾都逼喽。对，就这样。交一个男朋友。哎、欸，你们真的很机车哎、欸。好了好了好了。我就写冲杀死啊，然后哭得很丑嘛。啊，我好讨厌这个。我受伤了。